喺釜山，除咗呢一款鱼糕之外，都仲有好多唔同做法嘅鱼糕小食噶。位于釜山泽家旗站嘅 BIFF 广场，呢一间叫做梨花洞手制酥炸鱼糕，每次经过都好多人排队噶，因为佢所卖嘅鱼糕咧，全部都系即场新鲜制作噶，睇个样好似同可乐饼差唔多。佢系用鱼糕包住唔同嘅馅料，再染上呢个面包糠落去炸嘅。虽然你睇佢嘅做法咧系非常简单噶，但系你食起上嚟个口感系非常特别嘅，一次过系可以满足到你三个愿望，所以成为咗釜山必食之一嚟噶。味道咧系分别有虾啦、薯仔啦、芝士啦、咖喱啦、芥末飞鱼子啦，同埋辣味嘅。我就拣咗虾蟹糊，睇个样咧以为好热气啦，但其实咬落去系非常爽口弹牙嘅，入边嘅馅料仲非常多添啊！好后悔净系买咗一款口味嚟食啫。好想试埋佢哋嘅芝士口味，薯仔仲系佢哋嘅热卖之一嚟噶，大家经过一定要买嚟试下啦。